很早就知道，偶像这行是残酷的。有真诚，也有谎言。拜托了，我想成为真正的偶像，绝对不会让萨斯利亚大人失望。这是我们的舞台。我会带着塞西利亚大人的意志击败你。起罗香等等，你是谁啊？我当然是石鱼起罗了，来跟我说，起罗星。